不用多，就一颗就行啊，准一个来。老铁们啊，这球十五号底带啊，在我这常说的七分点嘛。哎妈，十四中带不够啊！这一天我寻思够打呢，那这球打十二吧。一个小低杆儿，妈呀，这又不够了！这啥台球啊？这挺坎坷呀。这球我看看吃库能不能给十三扫进去啊？这打的这都啥活啊？今天这是啊，花活啊！这台球子，这台球子，十号中带啊，一个小低杆。这球老铁们啊，搓进以后十四底带啊，啊不是十四中带啊，十四中带，然后再来一个小反赛啊，看着啊，反赛，弹起来俩，牛逼，这反赛运用的。这台球能清台给人家，感谢老铁支持，双击关注，谢谢。我这小套杆也挺硬，是吧？